在忙呢，干嘛？什么戏？不是说不来学校吗？我没想骗你，我怕老师不那么说，我没命了。真的。 我真的在画漫画，我最近的漫画特别受欢迎，喜欢的人可多了，我那读者都翘首企盼了呢。说重点。我当然是重点呀，沈明熙这个角色现在可受欢迎了，他们都特别喜欢，就是他们让我把你画的再坦一点。 那又怎样？你的漫画不是影响不了我了吗？它是会影响我呀！我现在把你画的越惨，我自己越倒霉。你想想，你这两天送我去了多少趟医务室了，我是真的扛不住了。我可以保护你。我就是因为你啊！ 谁跟你开玩笑？我现在只要跟你一有关系，我就倒霉，打电话都不行。你是说我们见不了面了吗？那好吧，你画完漫画之后，你联系我，我们再见面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画的很快的，你就等我两天啊。不是锁上了吗？你看吧，遇见你我就倒霉。